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告诉我黄金在哪里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秦风同学，你为什么要报考刑警学院？我想我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，我别错过任何细节，排除所有不可能，剩下那个都不可思议，都是事实真相。三个月前，唐人街四家金行在一夜之间发生盗窃，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，盗金杀人。我们多次排查，唯一进入过现场的人，唐人。哎，唐人，来验牌呀！你然后再说嘛，没等清啊！没等你牌，你就是贼了！是不是有揍你啊？我问你金子呢？有意思。逮捕你！你一定要帮助我啊！我再帮你，我警察上课了。那一箱金子。到底是谁呀？最后再赌一把。我们是搭档，唐人街神探。再换，换，换！出口气！好。妈呀，承让！三个月前，唐人街四家金行在一夜之间发生盗窃，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，盗金杀人。我们多次排查，唯一进入过现场的人，唐人。哎，唐人，来验牌呀！你然后再说嘛，没等清啊。有意思。逮捕你！你得要帮助我啊！我再帮你，我警察上课了。那一箱金子，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呀？最后再赌一把。我们是搭档，唐人街神探。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告诉我黄金在哪里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秦风同学，你为什么要报考刑警学院？我想我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，我别错过任何细节，排除所有不可能，剩下那个都不可思议，都是事实真相。我问你金子呢？